活哪去了？哎，喂，这儿呢。嘿嘿，来个毛圆生产桌，这个先不吃了。360度旋转，哦，好、哦，换了啊，喂，这个活不能浪费呀、啊，嗯啊，出来，你出来，你出来。方圆省事炉啊，特别简单的做法啊，红烧直接吃就行了，不用去肝和内脏，没有啊，直接吃就好吃。这个像马蹄这个地方啊，特别特别有嚼劲儿，千万别煮老了啊，煮老了的话嚼不动。嗯，火候刚刚好。